棒球来看篮球，这是美国著名的哈林篮球队，现在呢是在洪都拉斯进行表演比赛。没有想到其中有一个球员在灌篮的时候太大力了，把整个篮架都这样拉倒，这个篮架是直接的就压在他的身上，还好他反应比较快，躲过了一劫，只有头部受到轻伤。臭味十足的哈林篮球队在洪都拉斯的表演赛却差点发生意外。再看一次画面，原来只是比赛前热身灌篮，没想到外号蛮牛的布拉德今天一灌篮架应声倒地，还差点让布拉德断颈，吓坏现场所有人。所幸布拉德只有头上稍微被篮筐玻璃割伤，玻璃也没伤到眼睛。经过简单处理包扎，布拉德随即起身向大家致意，赢得热烈掌声。对篮板的场景并不难见，尤其是在 NBA 球场上， NBA 史上最著名的篮板杀手非传奇中锋侠客欧尼尔莫属，超过136公斤的体重，加上敏捷的移动力和弹跳力，灌篮瞬间产生的重力加速度总让人忍不住替篮筐捏了一把冷汗。虽然灌碎篮筐看似惊险，但当篮板如同天女散花般破裂散落的瞬间，却也是最让全场球迷血脉喷张的一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